大家好，欢迎来看本期人类观察，我是观察员小西。我是观察员小桃。大家在评论区问到说，你们是不是要变成一个资讯 UP 主了呀？当然不是，近期我们就会有更加丰富的节目内容启动，敬请期待。先是简讯，5月14号，川航3U8633号航班从重庆飞往拉萨的过程中，飞机挡风玻璃突然破裂脱落，副驾驶半挂窗外。据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二起大型民航挡风玻璃脱落事故。在上一起英航5390挡风玻璃脱落事故中，机长被悬挂窗外近半小时，川航机长在事故中果断处置，成功降落，乘客无一人受伤，为英雄机长点赞。近日呢，美国芝加哥街头惊现共享 M16。用户如果走在路上遭遇恐怖袭击，可以立刻扫码取消还击，充值月卡还能领取一梭免费子弹。这实际上是芝加哥反枪人士布置的行为艺术，旨在讽刺愈发频繁的枪击案。近日，亚运会官方公布了雅加达亚运会的电子体育比赛项目：英雄联盟、实况足球2018、王者荣耀国际版、炉石传说、星际争霸、皇室战争等6款游戏将成为亚运会电子体育表演项目。湖北一食品车间内发生工人斗殴事件，正在加工中的小龙虾被对战双方当成了武器，扔得满天飞，场面一度十分令人饥饿。梦福记因那个问题违反东方同人创作原则，被祖鲁方面投诉下架。此前该游戏曾蝉联 DOTA 2首页推荐，并由于最高在线人数数万人，导致 DOTA 2服务器卡顿。瑞士著名变态绅士 Malapan 因其推特内容过于激烈，被供职公司瑞士联合银行开除。大家如果刷 B 站很多的话，也许看到过他的视频。会联动足球小将推出赛马手游。几位小将看上去比马还壮。龙王的工作作者，现年37岁的百鸟侍郎，与小自己7岁的妻子正式举办结婚典礼。在龙王的工作中，男主角八一老爷与其弟子小爱的年龄差也正是7岁。Pop Team iPad 漫画最新化的内容是这样的。生气了吗？美国加州迪士尼乐园近日推出了灭霸无限手套饮料杯，广受游客喜爱，销量巨大。每卖出一杯饮料，就有一个紫薯精失去左手，请大家关爱紫薯精，平衡才是最重要的。下面是本期头条。近日，相关部门对棋牌类网络游戏做出了整改提示，并且抓捕了大量借游戏之名变相赌博的棋牌公司。在此次整改活动后，网上广泛流传着一则公司的 UI 设计师是个卧底警察叔叔的传闻。根据网传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卧底警察叔叔除了办案能力一流，连卧底用的 UI 身份都伪装得十分出色。据称，其 UI 功底极强，业界口碑良好，卧底极为成功。我们两个来为大家还原一下卧底时的场景。你说你已经故意画丑成祥的图好几次了，我千方百计跟美术总监说你心里有问题，不要跟你一般见识，可你还不按甲方要求改稿子，你忘了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了？我心里有问题，那些甲方才是变态好不好？明明说好改3遍，3遍之后又3遍，3遍之后又3遍，都快10遍了，老大。你对我态度好点行不行？现在全虚拟次元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的身份。你想我怎样？那些甲方天天要什么，给我一个五彩斑斓的黑色，把这个 logo 放大一点，但让它占海报的视觉空间小一点，谁受得了啊？这有什么难的？你说的不就是复联3的海报吗？别闹了，老大。甲方什么时候收货？不知道，这个星期。什么？这个星期之内，玩家已经预约注册了，甲方调整好失恋概率就去割韭菜。服务器在哪儿？我怎么知道？我只是个美术。这案子一破就退休。你少来，甲方也总说最后再调整一版。哎，我给你看个宝贝。这是什么？物理麻醉剂。上线前呢，你就溜到程序员的背后，对他们实施物理麻醉，然后通知我们进去抓人。不会穿模？跟那些会穿模的虚锤不一样，这是不会穿模的实锤。追完之后会有重案组的同事跟你接头。还记得暗号是什么吗？记得。
再演练一次啊！一天晚上两个甲方，三更半夜四主催吐，只好周五加班，周六早上七点画好，八点传完，九点上床睡觉，十分痛苦。十点才过九分，甲方八个短信，七个电话，居然要六处调整，加五张图纸，四小时加三个文本，两天周末只睡一个小时。横批，用原来的。好的，那么下面呢，来到本期的异次元观察。上期节目之后，有引起你对美秀帆的兴趣吗？哎，我还是对你的520福利视频比较感兴趣。啊，毕竟现充到处在撒狗粮，我们有义务为粉丝们提供避难所。现充是啥意思？像咱们两个这样还没有用上无线充电技术的，也叫现充吗 ？No， 现充就是。リア充爆発しろ。哎。原来是一种易燃易爆品啊。差不多吧，是挺易燃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周国家队中已经成功探讨了人类延续问题的心和满，他们准备更进一步走进爱情的坟墓，结果绊倒在墓碑前。連れてって。いや、你連れて。心さんに触るな。都田君不谈恋爱第七话开始传播胃部疾病，请备好胃药进行观看。弄吃原料味刨冰，是的，感谢弹幕君科普，我已经学会原料的用法了。Megalo Boss 爆甲醛丑闻 ，Joy 含恨缺席比赛。この資格がないだろう。イカ様のジャンクドッグ。ジョー選手がまだリングインしていません。このままだと白戸美京選手の不戦勝が決定します。十几只灵主角掌握新技能，全场爆衣。何これ？私じゃないよ。そうだな。これは先ほど出たおはじけの上位に当たる技なの。その名もおさづけ。魔法少女案继辣眼温泉化后，再放糟糕福利。柯先生，快住手！小三，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贼拉老实嘛。搁这儿吧，是这。不行了，你的身子跟你嘴上说的完全不一样啊！柯先生，你小傻。就是这样的情节了。这也太老套了，真有人想看这样的？高呼一句剑斧打了。本期就到这里啦，再见，拜拜。